明君募矿为他们有意义吗？你们一定要保密，不能被淘汰才能等到援军，对吗？你们怕了吗？只能你们先顶上去。是啊，不要怕失败。他们的信心需要胜利来建立。明天不用打了，一点士气也没有。我真的没脸再留下了，就此告别吧。这份责任只能由我来承担。